这么一说不有点假，这是挺长的。Thank you.
粮票，粮票到多少钱？我都弄不准呢。
Thank you.
现在看啊，会找到报纸吗？他没打架，打进去了，那你现在打进去了？你干了不得他兜底儿？兜底儿这一说了吗？咱俩开车。不是我干的，你跟他说了，不是我干的。王老师泼脏嘴，你跟他说说，我们这王老师泼脏嘴，这不是我干的。掉个了。一不合法，二不正规，应当是造成老百姓的精神损失。这不是我干的，这个人把自己洗干净了。又不是自己洗干净了，人家说的是实话。啊，我给洗干净，没我的事儿。我掰不动你了。你现在你想想，你看过视频了吗？看着吧，我看着。挺好，还带着字幕呢。三天就没了。三天就没了。尤其来春节的话，尤其来那春节，北京、辽宁、广东那一带，我们东北这两个省就跟随，啊，是不是老百姓？把这面子给大。反正没有几天，没有这个，全呗。
你就要吃。原来就是广西南宁。我也，我今年都没吃辣的。俩点儿啊，不是。哎，我们是最后的。俩烧给我吃了，吃一个吧。他这边没有木头。喂，别跑到那么远了哦，他们还在后面后面。还有两个，还有一个两个朋友，就是两口子。有。Thank you.
他听着听着不是玩儿，人家是演房屋，不是走这儿。
开。一个班底出来的，所以说带团习惯都是带着客人走，这样的话客人都能听到能看到。但是如果说有的导游怎么样，他们这个老板一个月儿童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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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童你这一出去报牌，你啥意思？你敢走敢去？你不知道，吃了吃了。你一走就。上哪找的话你找的多好啊，现在是走走的是快手的坦白累给这些人夸夸整整的也走上了。
上次车就停这儿了，烂了。啊，这道往前停，这个长吗？这个啊。
点小。
抽酒精换新款，工艺费全免，购黄金手镯首客仅1元，全场电子珠宝会员专享折上折，18K金小黄金玉吊坠特别专享车上好。Thank you.